喝一场，啊，可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，来不及，反正啊有点心有茶，大家就随便用了，好吧？啊，我呢就先敬各位一杯，哎哎，谢了谢了谢了，来来来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，谢谢谢谢。现在你们该相信了吧？我做的梦很灵了哦。哎，阿雪啊，我看你啊是神明转世的。不然怎么有那么多神明来保佑你呢？谢谢你，哎，炳妹啊，菩萨啊，菩萨给你托梦，也给我托梦哎，真的真的，对呀，哎，说啊，阿雪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呐。谢谢你啊，傻子，谢谢谢谢。等等，阿雪啊，哎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虽然这一次啊，我跟你同时啊出来竞选这个里长。 我是落选了，可是啊，我心里啊一点都不难过。说真的，他们做的比我好太多了。加工，谢谢你的夸奖。以后我会更努力做好每个该做的事情。阿雪啊，你这一病。
哦，不是啦，是一场虚假，倒是有代价耶。哦，什么代价？哎，你们家跟罗家一直都不是很好吗？这下不是挺好的吗？亲家，到底还是亲家嘛？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其实啊也没什么嘛。 说起来啊，根本就大家意气用事嘛。就是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了，这打从头开始啊，我就没有把天南呀、阿雪啊看成是仇人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对对，这个街坊邻居也好，这亲戚朋友也好，这本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对，就是。这个一家人呐，就应该团结起来。嗯。就应该合作。 对，对我们复兴里来说也好，对我们国家民族也说，一定要团结合作，这才有前途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老太宗啊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来敬你一杯。哦，来来来，来，好。 天来，嗯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猜，当我知道我可能得血癌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想啊？怎么想啊？我不怕是假的，我假装不怕，其实我心里怕的要死，好像世界末日来了一样。我知道，我还不是一样。 天啊，你讲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？什么话？咦，小木屋里头你讲的那些话，难道你都忘记了？啊，小木屋里那些话，现在都作废了。啊？原来你都是哄我的。不是哄你，现在应该是我问你，如果我先走了。 你怎么办？为什么要你问我？哎，你想想看，我年纪比你大10来岁，我比你先走的可能性要大很多。好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讲这些话了。哎，对了，爸爸叫我们明天啊到他家吃饭，骑木马学会了好多拿手好菜，要煮给我们吃呢。啊。 哎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检查的结果怎么样？检查了，医生说啊，明天呢就可以住了医院里边去了。老太，恭喜你呀，这个胖儿子。哎，都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是男是女都没关系，只要是个孩子就行了。先生女的，将来可以带弟弟啊。哎。 老山东啊，你说对了，我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哎哎哎，老蔡啊，你真还想再生啊？哎，能够生第一胎啊，就可以生第二胎啊，越多越好啊。啊，不生了，我还生呢，我不要了。永刚，哎，黄总，找我有事啊。 最近在忙什么啊？怎么都不跟我见面？黄总，我正要找你，结果你就来了。真的？星期天早上9点钟啊，老地方等我，我带你去玩。永刚，我不是贪玩，我想问问你。你想问我什么？我们的事究竟怎么样吗？你从来也没跟我表示过什么。 我爸爸都问了好几次，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我。黄总，不要说傻话，我不要你，我要谁？那，你喊我什么时候结婚？黄总，第一。
我要帮爸爸做生意，在事业上打基础。第二，我想我们等大哥回来一起结婚，好不好？哎，梦姐，你们俩在聊什么？是不是在研究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没有啦。一梦啊，你放心，我跟黄泽结婚不会抢在你跟大哥前面的。你们聊聊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星期天。梦姐，你要去台北了。嗯，这是我出版的第二本新书，请多多指教。我怎么敢当？你的第二本书也出版啦。嗯，一梦，你真能干呢。我早就知道一梦啊是最能干的，从小这六个兄妹当中啊数他最聪明。嗯，干爹干嘛是拿人家寻开心嘛。嗯，干爹说的是真的，你要不聪明怎么写得出这么好的书。干爹害羞。舅舅，好像不对啊。什么不对啊？几不满要生孩子，最近生那么久，到现在生不下来。啊，我去看看。没有啊。那苏凯是来了没有呢？是来了，可是从进去就没出来过。我里面情形我不知道啊。八重娘娘，请保佑。我看我进去看看好了，万一不行，要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。好好好好，你。生个白白胖胖男孩子，真的！恭喜你呀，爸爸！恭喜你！多谢马忠娘娘保佑，多谢马忠娘娘保佑。这怎么老蔡跟猫啊？干嘛？老蔡，这外边什么事儿？这个只放鞭炮啊？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？告诉我呀！飞过来一架，又飞过来一架米格十九啊！真的。怎么会骗你们呢？哎，听说啊是从福建锦江啊直接飞过来的，降落到台南机场啊。那个驾驶员的名字叫，对了，叫做范元烟呐。哦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你看这共产党啊，这手段再毒辣，还照样的有驾驶员投奔自由。嗯，哎呀，李大哥，只要有机会，谁不想回来呀？说的是啊。哎，不是老山东啊，这是喜事儿啊，你叹什么气呢你？这都投奔自由啊，毕竟是少数几个人。你想，大陆十亿同胞还是在共产党的折磨之下，让人想起来就难过。哎，这李大哥说的是也有道理啊，不过呢，你放心，这共产党啊。支持不了多久了，暴政逼亡是侵略必败，这是至古不变的名言。对，对，对。哎，这老蔡，嗯，你不是在医院看表妹的吗？你跑回来干什么？嗨，这我忘了。嗨，我就是来给你们报喜信的啊。这一高兴啊，就忘了说了。到底生了没有？生了。生个男的女的？男的啊，你真得了个胖儿子。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今天是双喜临门。哎，对，对了，你儿子起名字没有啊？还没起呢。哎，对了，老山东啊，这得请你帮忙了，这去取个什么名字比较好的啊？太简单，现成的吗？嗯，哎，这投奔自由的不一个范元燕啊，你就给他起个叫蔡元燕。蔡元燕，哎，老蔡啊，这个范元燕可是大英雄。嗯，将来你这儿子蔡元燕
也应该是个英雄了。嗯，蔡元爷，蔡元爷，好，好，真没想到啊，自己有生之年我还能抱我自己亲孙的孙子。恭喜爸爸，真的是，我也当个姑妈了。你啊，老蔡，你这是老年得子，哎，可是天赐灵儿哦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得好好的培植培植他。嗯，那是当然了，最少得弄个大学毕业。哎，对，是吧？我不但要叫他上大学，而且要让他得个博士。对对对对对，得博士，替咱们老哥们也争口气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刚才看这小子是又白又胖，是天庭饱满，是地个方圆呐，哎，一脸的福相哦。嗯，那当然了，是谁的儿子吧？哎，他跟他妈长得可真像哦，连这个痣啊都长在一个地方。祝贺张彪啊！永刚，有一言，你爸爸到底到哪去了？怎么到现在不回来呢？哦，妈，爸说上街买点东西，可能路上耽搁了。嗯，不要担心了，我会回来的了。知道了。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都在这儿了。爹爹来坐。好，坐好。来来来，坐下来，累了吧？来，来啊。太巧了，你们都在这儿啊，那我就借机会宣布一件事情了。什么事？嗯，今天啊，公司把上半年的账结清了，赚了不少。所以呢，今天就给大家每个人都买了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来来啊！这么多包啊！阿雪，我也有啊。这是你的，打开看看。乖乖乖。为了花那么多钱呢、啊哎？哎呀，妈，公司今年赚钱嘛，也是爸的一点心意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对，好漂亮、啊，谢谢你，天来，谢谢。每个人都有啊，我来看看，都分好了。晋农，嗯，集美，谢谢爸，好漂亮。黄竹，谢谢李伯伯。一木，哦，一元。哎，哎哎，你们看看，我这条项链啊，没有几钱重，哼，比起干爹送给吉美的那条啊，少说也轻了一半呢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我这条链子也不是很值钱嘛，不过很可爱，你看，对吧？哎哎哎，那一梦，你的嘞？嗯，我也只不过是条链子啊，跟你们也差不多了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啊，这干爹啊好像有点偏心哎。哎，姐，哥，哎，你们俩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说干爹他偏心。不会吧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哎，真的呀，你看。他送给我们大家的礼物都不公平哎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干爹偏心，是你们女孩太多心了。干爹对待我们呢，再公平也没有了。嗯、来，那你走。嗯。金妹，哎，二嫂，别乱说好不好？有什么关系嘛？反正迟早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。哎，世杰跟世奔呢？哦，刚巧他外公啊，接他们回去住几天玩一玩。哦，看我的链子。哎，对，吉美，嗯、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你婆婆又另外送东西给春枝和静农？真的？嗯，听说啊，送他们每人一个镶宝石的戒指。哎，真的？嗯，那我怎么都不知道呢？奇怪了，妈怎么会这么偏心的、啊？哎，永华哥，
七妹，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哪里有乱讲话？他告诉我的嘛，妈送静农还有春枝什么镶宝石的戒指，为什么他不送给我呢？哼！妈平常一向都是大公无私的，如果你说妈偏心，我是怎么样都不会相信的。进来。妈，嗯，老李想来看你了耶。啊。老李长，哎，阿喜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正要去拜访您呢，没想到您先来了。阿喜啊，我先要恭喜你啊！自从你当选了里长之后，干得有声有色，咱们复兴里啊，比我当里长那个时候要好多了哦。哪里哪里，老里长千万别这么说，再说我脸都要红了。哎呀，这用不着客气。这是有目共睹的啊。阿雪啊，这个县议员就要改选喽。哎，往常啊，咱们复兴里啊是这个黄议员呢，每一届都是连选连任，可是这一次啊，他决定不出马了。为什么？这黄议员呢，不但是年岁大了，这两年呢健康情况也不太好，所以决定不参选了。那我们这个里恐怕没有人出马呢。有啊，阿雪，就是你呀。我不行啊，当个里长勉强可以胜任，当县议员嘛，我不行的，我不行的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哎，这几天呢你有不少地方上的父老啊来找我，要我来劝你出马，这可是众望所归哦。哪里，我当里长只不过帮街坊邻居做点事而已。哎，这个当县议员呢也是为地方上做事啊。往年呢咱们复兴里有这个黄议员，这个多多少少啊也替咱们复兴里呀，争取一些福利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妈，我看你就决定出马好了，只要你出马，一定会当选的。吉美，不要插嘴。老李长，哎，这是件大事，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什么？竞选县议员，阿雪，你野心是越来越大。哦，老里长说一说，你就动心了。不但是老里长，连妇女会也要以职业妇女团体的名义提名我出马。这么说，是已经决定了？凭良心说啊，我是一再的推辞，可是。推不掉嘛，有什么办法？推不掉，那是他们强迫你了。天来，你懂不懂人情世故啊？大家都对我热心期许，一再劝我出马，叫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？更何况，这可以扩大对商子乡里的服务，我也不忍心拒绝。啊，我知道，你想成为政治家。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对丈夫、对家庭、对孩子，你怎么交代？是丢开呢，你还是不要？天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是你不了解我。天来，好好好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？可以这么说。那你还找我商量什么呢？天来。天来，你听我说嘛。什么？啊，阿雪要竞选议员？嗯，好像已经决定了耶。是是，阿雪要竞选这个县议员呐，是一定会当选的。他人缘好吗？而且热心服务，讲信用，我们呢信得过他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阿雪如果要竞选议员的话，我起码投他两票。两票？对呀。嗯，哎，表妹，这一个人只能投一票的。是啊。哎呀，老黄，你忘了我啊，跟我儿子啊。啊，嘿，你这个胖小子是20年以后才能投票啊。哎，不管将来投票多少了，
只要阿雪出来竞选，咱们就全力的支持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应该的。嗯，这个地方看。等等等等，老。董事长，听说夫人要竞选县议员呢。嗯。我们刚刚还在说呢，只要老板娘出来竞选呢，不但当选，而且是高票当选啊。好了，记着，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谈这件事情，对吧？嗯，好的。都已经决定了，什么气不气啊？你怎么这么乱呢？既然要参选，总要预备一些资料，成立个办事处嘛，总要忙了一阵子。哪像个家子似的。天蓝，我也不愿意参选。只是乡亲父老们对我都很器重推举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不干涉就是。最大的不幸。如果你有建议，还可以修改。争取教育经费，辅导青年创业，提高妇女地位，
增加妇女就业机会。还要提高妇女的地位。今天妇女的地位还不够高。登记好了没？明天才开始办理登记。阿雪。嗯。孩子们。我要郑重宣布一件事情，明天我也要办理登记参选，参加县议员的竞选。啊？什证书，嗯，找到了，嗯，没想到这高中夜辅校的毕业证书还真管用啊。找证书干什么？去办理登记啊。竞选县议员，最起码的学历不是要初中毕业吗？你真的要去竞选县议员啊？那当然了。你能去竞选，我为什么不能去竞选？可是，千磊啊，那会很累的耶。我一定会很忙，这样子我就没有时间照顾你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反正这些年你也没照顾我。你说什么？没有。天磊，在跟我怄气呀？哼，没有，跟你怄什么气？你竞选你的，我竞选我的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反正我年纪大了。耗在家里啊，没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我去拍这个宣传照片的时候啊，是打领带好呢，还是系条毛巾好？哎，这不同的意思。打领带呢，表示我林某人现在混得很不错；系毛巾呢，要是我这个人不忘本，虽然我现在是有钱的大老板，我还是记得自己是踩三轮出身的，我绝对啊，哎，不会忘记去替我们劳工朋友谋福利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，嗯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刘哥，车里放。对对对，慢开慢开啊。哎哎，董事长，哎，董事长，哎，董事长，一块坐吧，一块坐，来来，加双筷子，加双筷子，好，拿双筷子，拿个杯子来啊，哎，豆腐干也端来啊。董事长，这听说董事长夫人要出来竞选，哎，要是董事长夫人出来竞选的话，我们大家一定投他一票。那没问题，那我们要投一票，一定。我们大家敬董事长一杯。那如果我出来竞选，你投不投我？啊，嗯，你，董事长，您也要出来竞选县议员呢？来，本届县议员候选人一号林天来，敬各位一杯，敬请大家多多赐票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捧场，好吧？
3点多，还不回来。上哪去啊？哦，是你呀、啊！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？啊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散散步，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。哦，哎，阿雪，这么晚了上哪去啊？我去公司看看天来是不是睡在那儿，会着凉的。天来不在公司。他在。阿雪，天来不在公司，他在小吃摊喝酒，我看到了。所以你才走到这儿来，看看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的。就算我们两个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也不会闹笑话给别人看的。哼。你们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董事长，我们董事长现在是林议员啊，是林议员请客。哎，我呢，我不签呐。你们大家喝喝喝。对对对，胡大哥来了。嗯，啊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嗯，你来跟他老婆要竞选议员，可以吗？来来，这怎么不可以？这里是自由中华民国的基地，只要是合法合法的好公民，都可以出来竞选。哎，陆院长，您这就愿吃猪头肉啊？乱敢坐，谁？好。来啊，好，喝酒。好。嗯，什么事？各位兄弟，嗯啊，兄弟，林议员，明天见吧。啊，慢走，小心。哎，喝了。会师一票啊！哎，没问题，同志。好，一定投你一票。我们大家一定投你一票。哎，我们投你一票。别忘了，还对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票啊！县议员，县议员。你老婆怕我看你笑话，我也只能送你到这了，啊。哦，是我送他回来的。好，罗叔，谢你。嗯，喝酒吧。喝水，喝水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倒水。水。干爹怎么了？喝多了酒吧。
干妈呢？啊，妈在里面，妈在生气。一梦，没你的事儿，就不要想干妈了。我只是……好了，看看赶紧需不需要帮忙。如果不需要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好了，不要在这儿打扰人家啊。永华啊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？爸喝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没关系。那我回去了，明天再来看干爹。好。哦，晚安。爸，舒服一点了。哎，这个人怎么最近怪里怪气的？没事就学着什么歌。我们不要管人家闲事，我们不要打扰人家。哎，他有没有搞错呀？一梦将来我们家的人。二哥，你一向都很小心眼，算了算了，扶爸进去。什么我小心眼？本来就是。好吧，莫名其妙的人。爸，来，我们回房睡吧。爸爸，跟我妈妈去睡吧。哦，好。天那么冷，他会冷死的。没叫我呢。啊，天蓝，你起来了，来坐下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说吧。你不是很生气我出去竞选议员吗？好，我现在不出去了，我就待在家里，你也待在家里。我们呢，谁也不出去了，就这样，我守着你，你守着我，我们永远都不要走出这个大门。我呢，什么都也不干了，我只管在家里看着你这个老公。喏，你看，我把电话都拿下来了，谁的电话都打不进来骚扰我们了。这样你总称心如意了吧？一号候选人林天蓝先生，哈。行，电话怎么老打不通？老谭啊，哎，你拨拨看，这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啊。啊，我试一下。十点钟来的，你看到现在没见人。我接电话去。哎，好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麻烦你。哎，怎么打不进去呢？我待会儿再来啊。好好。哎，李掌柜，你妈妈呢？我跟她约好了，在这个选举事务所那儿等她一块儿去登记，害我等了一上午也没找到她。我不知道啊，爸爸今天也没来啊。
哎呀，怎么？糟糕，门反锁了啊！反，不会吧？人在里面，怎么会把门反锁呢？是是啊。哎，喂喂喂啊！我爸妈大概出去了。嗯，这样好了，您先回去休息一下，等我联络上他们，我再跟你联络好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好。可以呀。啊。我可以告诉所有的人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没有你，我陈雪就没有今天。这样都可以了吧？啊！这，谢谢，老板，算账。哎，好，多少钱？啊，100块，刚好。啊，慢走啊。老太，阿雪家出事了。出事？出了什么事？阿雪跟天来吵了一架呀。这为什么吵架啊？天来不让阿雪出来竞选，这阿雪一生气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，哪个地方都不去了。啊！天来一看他也火了，干脆宣布他也要竞选。你看这两个人这搞什么嘛？这怎么这样？哎呀，这什么跟什么？一件大事啊，你也完全说错了。我怎么说错了？是这样的了。早上啊，永华从这儿过，什么事儿都告诉我了。这阿雪要出来竞选，天来呀、就告诉他不要出来竞选，阿雪就不听说。这天来一火了，干脆他也出来竞选啊！哎，你们注意啊，是天来一火了，哎，故意出来竞选呢。这并不表示天来非出来竞选不可哟。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啊。可是他们两个是已经这么做了呀？怎么做了？哎，就两个人关在家里面，他不让他出来，那他也不让他出来啊。这怎么样？阿雪跟天来是不是还在里面打架？你说的什么话嘛？让外人听到了多不好啊！老哥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再过10分钟啊，他们要是不出来的话。哎，我到工地啊，就调个推土机来，把大门呢给拆了。哎，好，别胡说八道。哎，这胡说八道。一梦，怎么样？干嘛还没出来啊？这样好了，我想办法从后门爬窗户进去。哎，一梦，你不要多管闲事好吗？哎，议员啊。你这话说得很奇怪，什么叫不要多管闲事？你还有一梦，还有一季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啊。你现在很奇怪啊，动不动就说不干我们的事，不要插手。你可要搞清楚，你们兄妹三个可是跟着我们一起吃喝长大，供一个爸妈的。勇哥，你大哥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本来就是你不对嘛。最近这种论调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哎，议员，议员，蔡氏，要不要上我们家先去坐坐啊？我想我干爹跟干妈不会有事的。再说他们就算吵架，也不会闹出自家大门的嘛。好，那么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大男人主义，认为女人一定比男人没有用的话，你还有什么理由？反对我出去竞选。好，你听好啊。第一，我担心你的身体，我怕你承受不住那份压力。我很好，自从我决定出去竞选以来，我更注意我的身体。我每天定时吃药，每个礼拜按时去检查。第二，你才选上里长，就要跑去这竞选县议员。我是不愿意人家以为，你是急功好利，喜欢出政治风头，而不是纯心想为选民去服务。嗨，这件事情我早考虑过了，我也跟老里长讲明白，可是他坚持要我出马，我不好再拒绝，要不然就显得我们太做作，太计较别人的想法了。哎，那你是以为你选上了一个里长，就有足够的资格去选县议员吗？
如果我没有资格，老里长为什么推荐我？